你说金钟多乖，你把那样，你把杨子掉！顾太，小城真的哭了，哭的都嘶哑了。放开！放开我！在军中，臣妾听闻，上泽之行很有说法。又看似皮肉纹丝不伤，实则内里筋骨断裂，肢体俱废；还有看似血肉横飞，实则并无大碍。陛下，这回用的是哪招啊？什么事啊都瞒不了阿衡，自然是后者了。林子升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你如此欺我，你做这样的事情，拿自己身体跟我赌气，你值得吗？你放开林子升，放开我！皇上，在。去，叫那个拦住少商的，松松手，让少商爬到李子升再近一点。要看得着。握不到，那心里才更难受。是，李子山，放开我！放开！真心教育你，你不要再为我发疯了，好不好？爱上你了，为何你